大家好，我是翟永明。我现在读一首诗，在古代。在古代，我只能这样给你写信，并不知道我们下一次会在哪里见面。现在，我望你的邮箱灌满了群星，他们都是无比自信。他们站起来，为你奔跑。他们停泊在天上的某处，我并不关心。在古代，青山严格的存在，当绿水醉倒在他的脚下，我们只不过抱一抱拳，彼此就知道后会有期。现在，你在天上飞来飞去。群星满天跑，碰到你，就像碰到藤簇。他们像无数的补丁，去拦截一个蓝色屏幕。他们并不歇斯底里。在古代，人们要写多少首诗，才能变成一个崂山道士，穿过墙？穿过空气，再穿过一杯竹叶青，抓住你。更多的时候，他们头破血流，倒地不起。现在，你正拨一个手机号码，它发送上万种味道，它灌入某个人的体香。当某个部位颤抖，全世界都颤抖。在古代，我们并不这样，我们只是并肩策马，走几十里地。当耳环叮当作响，你微微一笑，低头间，我们又走了几十里地。